31号，也就是2022年除夕夜。今年我们说好，大人们就是李爸他们负责素食的，小朋友负责荤的。结果我到现在才知道，李爸那边根本没有人在准备，根本没有人调好。对，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调的。没关系，反正至少我们小孩这边准备的很丰盛。我大概从12点就开始忙，就是拿来退冰啊，什么准备什么的。李姐是今年最忙的，她现在很蓬头垢面。对，她今天不愿意入镜，因为她不想化妆，因为她根本没时间化妆了。很忙。拜什么，然后到下午又开始其他准备什么准备。今天还有一个蛮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整理冰箱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们家一样，就是其实冰箱东西摆了很多，然后有些其实也真的也不会再吃了，很乱，而且每次都有人爱买，然后又爱放。这谁买的？哇！大家都觉得哈，锅子放保鲜膜放冰箱就永远不会坏掉。对。这什么？为什么会有人把这个放冰箱？我跟你讲，一定是有人要吃水果，然后把水果拿了，这个就丢了。不需要冰，气死！好可怜哦，跨门啦！大家看一下，千万不要让这么矮的女生来整理冰箱。现在时间5点左右，来，我们现在非常的紧张，要来准备了。你没有感受到我的紧张吗？还好哎，我本来想说大概6点半开饭，结果没想到5点全部的人都到了。我们这一次呢，有这个干贝，好市多买的香肠、鲍鱼、虾虾，还有这个猪脚，这是妮妮诺诺的。汤克，你会不会太可爱？你穿这个红包拿来。哦呦，我们妈咪平常不穿衣服，她今天怎么也穿衣服？要跟人家尬啊，他怎么可以输？各位阿婷有话要说，来请说。今天一样是我担任 chef 吗？对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把反正我们东西都解冻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是稍微要煎的、要炸的、要怎样的、要搞什么的，我们都把它搞一搞就好了。来，我来看你有没有想好。我请我们助理帮我一下。来，镜头还是交还给你啊。我觉得我们要先把那个冷冻的东西先拿去蒸一蒸，那个佛跳墙然后油饭蒸了吗？要有一个人负责备料，譬如说切葱、切蒜头那些。那有人用了吗？还没有。那有一个人负责把那个海鲜都打开，你分配好了吗？没有。那他当什么 chef？ 我来当就好了。好，换人，立马换人。我就是要现在来用的啊。好，那你分配。这个是我们今年准备拜拜的食物，然后大概是十养十全十美。有这么美吗？李家的祖先要保佑我们今年离好离合，还有我们全部的家人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对啊，离好离合会不平安。哎，那个业绩、那个、哦，业绩平安绩，这是我们台湾过年的习俗啊，就会这样子拜拜拜祖先。我刚才拜拜，然后转头看到这个是我过年必吃的，我都叫它那个很像炸油条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我必吃的还有一个是麻辣，但是有没有人知道这叫什么？可以留言吗？因为它连包装上都没有写，它写菜包饼、啊，但它不是啊。大家，我这两年呢，就只有负责拍摄跟调酱而已，所以我现在要来切葱。不要这样讲自己啦，很棒了。很棒啊，我又没有说不棒，我这样讲自己是跟大家讲我很棒啊。我推荐大家准备年夜饭一定要买这种剥好的蒜头，不然你会剥到整个人疯掉出。请问为什么？到底谁的家里有这个这么大的那个皿烫哈？刚本来要用那个来煮火锅，被他们阻止。对，不知道人鱼，我们家在做板凳。如果你翻成功了，我们利好利好今年就大发；如果你翻失败了，你就自己不大发，我还是大发。压力太大了，我家压力很大哎。快一点，你一定要成功！一、二、三。忙了一整天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是我爸今天早上一大早就被我阿妈吩咐买什么买什么拜什么拜什么，然后他烦到刚刚还跑去大阪跟泡汤，现在才回来。你帮我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来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大运。虎年行大运。有没有什么虎年吉祥话给大家说一下？就祝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OK。然后重点，大家会赚钱才重要。拜拜。好，哇，这虾很大尾的。大尾。没嘞，过年没嘞。要是过年，我现在手就直接给它拔下去。不然过年吃那个虾米可以看吗？我们要来煎干贝咯。最后一道菜通常都是煎干贝。对，所以在煎干贝就知道说我们已经进入到我们今年年菜的最后阶段了，收尾啦。我们这边素食桌的都准备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澎湃啊？这边还有火锅啊，我们荤的也准备好了，荤的也是火锅，然后哇一大堆这个单价。东西哦，哈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鱼肉什么都有，海鲜全部。给自己一个掌声。好了，我们家的狗狗们也要准备吃年夜饭了。新年
快乐，妈咪吃饭喽，新年快乐，妈咪新的一年你要很健康哦。我们吃的差不多了，今年很棒，今年剩的东西不多，跟往年都不太一样。今年应该是我们剩最少的一次。对，那我们就准备收的时候，准备大人可以去准备准备了哈。准备了，嗯，自己知道，嗯。我在打坐。不要给我拿那些红红的东西出来哦。不要，不要那边发。不要在那边三三八八的哦。不要哦。那我收了。啊，好啦。收了。发就发嘛。恭喜发财。多少？阿哥，他穷包，没礼貌，没礼貌，没礼貌。我们教的，我平常怎么教的？我们家就是这样子，在爱开玩笑，大家不要再留言骂我们了，好不好？一万多还不够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家小芒穿这个，还有这个服，是不是真的超级无敌可爱？来，妈咪也有红包啦，平平安安。哎，这边也有一只宠物在这边呢，来，都塞好了。来啦，他自己也有袋子啦，来啦。这边我们这里有一个口袋，来。来啦，帮我给胖 Q 啦，帮我塞进去好不好？我要包给我们家小孩。虽然说他的辈分跟我一样大，但是因为我希望他能够健康，再继续陪我们。妈咪啊，他的红包袋已经爆炸了。妈咪，叔叔包给我阿妈的红包袋超好看的。身体健康，好福哦！谢谢你们。啊，您新年大家行大运哈，快快乐乐，家庭平安哈，好，恁家大小拢熬头猪啦哈，好，赚钱啦哈，好，新年快乐，你要健康哦，阿妈步步高升，步步高升，对啦，你也要，你们两个都要啦，我们都要啦，有些人就是躲在房间不出来，来来来，去，有人走。他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包好的，然后而且他钱都会搞错，所以他包之前都会先看。错啊，本来五万怎么剩下四万半？啊，新年快乐！阿婷包给阿妈，再来。大包，来来，爸爸，爸爸，我包，爸爸，包这个。来来来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来，恭喜发财哦哟！来排队，这边。叔叔每次都会给我们自己选红包袋，他都很用心去买这些红包袋。我被吼厉害呀！我要赚大钱。我换我挑哈。嗯，来，你的鬼面子。不要，他的给我，他的给我。我随便一下挑走。我随便拿一个啦。阿妈新年快乐，平平安安，给你红包，赚大钱，继续养我们。给你快快乐乐，平平安安哈。你好，你好，越来越好啦。赞，谢谢阿妈，新年哦，阿妈。这应该不都是100块吧？我看一下。喜欢过年哦。不用穷包。发财金的派对。哎，对，我第一炮。好，你第一炮来。要学老虎叫吗？不用。哇，哦，叫得很厉害。这样有600吗？哎，没有，一样200。那我这么叫？我刚说有叫没叫都一样。哇，这个快100了，再加100。谢谢大姑姑，发财金，发财金。你们叫好像是猫一样，我叫。哦。虎虎生风。来下一位，来叔叔，把他拉上。新年快乐！继续排队，他说包完为止，哎，还不排？继续！恭喜发财！快没有，快没有了，快！耶！我有领到，我有领到两次。我也快没领哎！快没领哎！来这边。这里没有，要给500啊！你给我两次好好好，你们都记得很清楚，我还在那边说一片为战。我们家真的都那么需要钱吗？变态，哎，不拿白不拿，为什么？一年一次而已。对没？对啊。不拿白不拿。加嘛，加嘛，高调，加嘛，高调，高调，哇！高调，高调，新年快乐！礼爸准备好了啦。刚刚那个都只
只是赌博金，就是我们家大人都会发赌博金给我们来赌博，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可能赔到自己的本。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个传统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每次领到红包都不想要玩，因为常常会输钱，然后他们大人就想说过年热闹就发赌博金给我们，就让我们永远不会亏钱。发财金领完之后，我们现在准备要来玩洗八倒啊了，这是我们家的传统。来，我们领好了以后压50块。在那边。18。他很烦呢、欸，你要不要再一次？他已经赢我们一次了，然后我们再跟他比下一次。对啊，如果我们输的话就是 double， 赢的话我们也是。对，是什么？6点。Yes， 有赢的机会。38。哇，6块钱。好了，我们的第三局阿婷当中，因为李爸实在是太强了，我们决定把他 fire 掉。毕竟18。8点也算是蛮大的。你看，你爸赢了、哦。来，像四摸天仔，你看赢了6-2-6-2-6-2，平手啊！输了，打啦啦，颁奖颁奖！我要8点才能赢阿婷，你多丢了哦，9点，有了，差一点，有了，钱拿来了。50块，我们又要来跪拜了。我们每一年过年都会来这边跪拜，因为跟着阿妈拜，阿妈是一贯道的，那我们就是陪着阿妈拜这样子。然后这个男女生要分班，男生刚拜完了，先换我们女生班。过年两只小老鼠在吃宵夜，然后蛋糕配牛奶哦，因为你平常是没有在吃宵夜的习惯，过年才可以哦。对，过年才会塞哦。我们已经拜完拜了，现在大概是晚上的11点左右了，我们准备来洗洗睡，整理一下。迎接初一。对，干嘛那么嗨啊？过年呢、啊，我过年都很开心哎。除夕晚安，我们初一见了，拜拜。新年快乐，虎年行大运。